走路的柴犬，这是什么生物、啊？是什么生物呢？走，那我们来找吧。两只脚走路的生物，你在哪里？认识他们吧。走，我们去找他们。走，走吧。Hello， 财宝。Hello， 经理。我们要来问问看，他们到底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？需要查吗？那我们来抽一张看看。好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财宝，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香肠、腊肉还是火腿呢？答对了吗？好，那我们。南门市场是台北市知名的传统市场，最早成立于明治42年，也被称为千岁市场，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。新的南门市场可以分成4区，一楼 A 区是生鲜卖场， B 区是熟食点心与南北杂货， C 区是精品服饰，二楼则是我最爱的美食街哦。在哪里啊？万有泉，万有泉堪称是台湾金华火腿的代名词，在南门市场经营已经有35年之久。那它有贩售各种火腿、腊肉，包括金华火腿、湖南腊肉、蜜汁火腿等，都深受台北人的喜爱哦。嗨，老板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两位好。你们家特色料理可以介绍给大家？我们的产品呢，最主要就是以金华火腿。金华火腿比较特色，腊肉啦、香肠、腊肠啊，只要肉类的产品都是属于我们的主力。嗨，真的是财宝哎！我们刚刚有答对任务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太棒！再抽一张任务呢？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出发去找吧。走吧。这间是南门牛羊肉店，它是国产温体牛肉。老板，你这边的牛肉看起来都好新鲜啊。温体牛是表示它是现宰的，现宰的，没有冷冻过的，还没有冷冻过，对不对？它用冷藏下去保鲜。那我的东西很多，产品很多，像火锅肉片什么都有。好，老板，请问你们有用台湾配吗？当然有啊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我们就来买一些肉回家，然后用台湾配付款。是的，是的，可以。没问题。哇，财宝！哎，财宝，我们是又答对了吗？换我来抽。好，这张。这个一看就是粽子嘛。那我们来去找看是哪一家好吃的粽子吧。没问题，走吧。就是这家老字号南园的湖州粽，以正统口味道地为诉求，许多老台北人都非常喜欢南园的湖州粽，加上历任总统都喜欢吃南园，所以才有总统粽的美名哦。这里的粽子是不是这个？对啦，就是它呀，好像一样哎，就是这个。我们这个叫湖州粽子，湖州粽子，哎，湖州粽子，杭州西湖的湖。没有人做这个上海粽子，奶奶是第一家哦。哎，我第一家，哇，刚好我在南门市场开始做60年了。这我们这个总统粽，总统粽，总统粽吗？就是这个，好吃又好看，又好听。那我们待会就买总统粽，就买总统粽。那奶奶，我们待会就买总统粽。哇，金银财宝，又看到你们了，我们又答对过关了，对不对？耶，太好了。看下一关是什么？哦，是蛋饺啦！我最爱吃蛋饺，没错没错，火锅可以加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手工蛋饺在哪里？走吧，走吧。南门鱼丸店从1954年开业，是南门市场最早卖鱼丸的店家，后来更扩大了产品线。以手工蛋饺闻名，总共有9种口味哦。这什么味道吗？哎，这个不就是我们在寻找的蛋饺吗？老板，听说你们家的蛋饺很有名，我们家的招牌口味香菇冬笋蛋饺。香菇冬笋蛋饺，冬笋呢？它那个蛋饺的香一直飘过来。今天大份就是日本进口火锅料，还有我们自己做的手工鱼丸。然后你都可以自己配，一定要来好好的大采买一下。哎，财宝经理又来了，又看到你们了。我们的蛋饺是答对了，对吗，财宝？是吗？耶，太好了！哎，这个
海产店、啊。我知道在哪里，你知道？走吧，走。老板。看起来都好新鲜哦。你觉得什么一定要买？西洋光龟。纽西洋光龟。那个外面比较买不到的。还有我们家的五鱼一夜干也很好吃。新鲜的，你有什么觉得？超多的，它里面要干煎的、红烧的、煮汤的都有。那老板，你们也有摊配吗？有摊配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不用带现金啊，手机来扫一下就好了，真的，真的很方便。这个东西真的是造福人群。我们要再进行下一个任务，粉红色的，感觉好像需要财宝来帮我们解答。好，财宝，财宝，有提示可以给我们吗？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瘦，瘦，答对了，是瘦，是瘦。第二个字。早上现做，手工现做，新鲜出炉的，对，而且当天一早卖，当天一定都会全部卖完。看现在生意超好，超多人在买，超好的，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。对啊，我们请老板来帮我们介绍吧。其实我的东西比较特别的就是，什么季节做什么东西，平常大概就是寿桃啊，或者是一些包子类的。但现在有了台湾配，真的是很方便，真的很方便。快速结账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经理，财宝又出现了，我看到你们是答对了，噔噔，虾仁这个蛋炒饭，对吗？财宝，讲到这个虾仁蛋炒饭，这边南门市场在二楼有一个美食街，我们现在就上楼去吧，上楼，走。是的，就在这里。我们答对了。老板，你们家炒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虾仁非常大颗，真的很大，每一个虾仁都超大的。对，几乎都是点一个炒饭配一块豆干，配一块豆干，所以一次可以点一套餐就对了。欢迎大家来吃，这是最好的配豆干作用，台湾配。只剩一张，是不是我们进行到最后一关了？这个是。他说是面食的，好，那我们来去找找看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请问一下，这个上面的面是你们家的面吗？我们家主打番茄牛肉面。我们店里的刀削面都是采用人工现点现削，然后这样番茄也是现点现煮，希望以这个新鲜嫩的方式来呈现给客人。好，那现在因为疫情期间，客人比较不希望接触到钱，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提供这个方式，让他们有多一个选择来支付。真的太好了，很方便，而且可以不用接触现金。现在疫情来讲是真的非常的安全，也是非常好的防疫措施哦。奇怪，经理跟财宝去哪里了？他们怎么不见了？怎么没有他们两个呢？哎呀，我们去找他。好，走吧 ，Go。嗨，经理、财宝，你们在这里，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？那代表我们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。太好了，现在由南门市场啊。绑定彰化银行，单笔消费可以享20%的优惠哦，而且最高上限回馈500元哦。再来就是也要请大家支持，就是台湾在地的美食，还有商家多多去逛夜市，然后使用行动支付，现在真的是很方便，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去吃去玩的地方。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了哦，最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